欢迎观看大疆农业 T16 教学视频，用 Type-C 线和 OTG 线连接飞行器和遥控器。打开遥控器的 MG2 App， 在主界面点击图标，选择固件升级，选择要升级的固件版本，点击升级，在飞行器固件栏目底下点击下载，下载完成后点击安装更新，请耐心等待 App 弹窗提示更新成功即可。